空心菜。 香辣脆，今天还放了节节脆，牛肉丸。 下面好多肉，太美味了。对，非油炸的。对，没有添加剂，也没有防腐剂啊。咱们一包是240克。嗯。第一次吃的话，咱们拍个三包尝一下啊。对，我们这个老豆皮的话，豆香味浓郁啊。对。嗯。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老豆皮的封面啊，啊，它这里很清楚，非油炸，不使用防腐剂，不使用添加剂，这一包的话，你们上火锅能涮2次，做凉拌菜的话，能凉拌3盘，炒菜能炒出来3份，对吧？也可以拿来炖汤，很合适啊。嗯，好好吃啊！这个豆皮的话，吸收了这个肉汤啊，豆香味浓郁啊，很好吃，对吧？自带虎皮状，不是肥，不油炸的。嗯，吃吧。 家里自家的土鸡蛋的话，就是小个一点啊。嗯，好香。嗯，一口爆汁。嗯。嗯。太好吃了啊。嗯。嗯。咱们这老豆皮基本上每次吃都吃不腻，每次吃火锅都吃老豆皮。咱们这个汤底都是用冷冷烩的辣椒酱做的啊。对。嗯。 豆香味浓，这一大口叠在一起，太爽了。嗯，看，嗯，相当好吃，相当划算啊！有需要的就拍，嗯，买3包5包更划算。开饭，先来个红烧肉。
拜拜。开饭，霉豆腐。劈腿茄子。拜拜。